紧张，深呼吸一口气，我看你。还行。还行，那我直接敲门呢，还是缓一会儿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大哥，嘿，啊，金木大姐，啊，挺冷的。今天还行。大哥大姐啊，你们两个彼此做一个自我介绍。我姓张，张永祥。我就姓韩，是韩亚楠。韩亚楠。听清楚大哥叫啥名了吗？没记住。没听清，叫张永祥。你听清大姐叫啥名了吗？叫韩什么？韩亚楠。韩亚楠。啊，这回听清了，记住了哈。你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？第一印象吧，不是那么颜值，不是那么什么，瞅瞅，挺老实的哈。你看他说话啥的，还挺实惠，还行。对大姐第一印象咋样？对他啊，以前还是挺多，一能这人挺实在一个人。大姐，你看一进大哥这屋，看见这个麻将机，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？不奇怪啊，不奇怪，不奇怪呀、但是大哥现在基本上自己不上场玩、他把给一个朋友啥的接到家里边来，多少收点台费，我觉得朋友自己不打，这不还能再多一份收入吗？完了，这些人在家里边打麻将也热闹，是不是大哥？对，自己没啥事啊，一天。对，那有个排烟机，还有个空调。怕他们在这抽烟吗？不，没有烟害。大哥平时是不是不抽烟？不抽。大哥要抽烟的话，他就不能玩这玩意儿。抽烟就不消气。我要抽烟，我不能不抽烟。不抽烟还挺好啊。不抽烟。不抽烟。嗯。酒现在就是过年过节了，朋友聚一块儿了，喝上半杯一两酒也就。是不是这点也挺好的，姐？